喂，不是你是不是过来啊？哎呀，我在这等你半天了。哦，行，用不用我去接你啊？哦，那行，那我在这等着你吧，到时候慢点啊。好几天没吃饭了，每天吃饭就能吃头了。咬不动。呀，这停了这辆车挺好啊，车上还有人，看让这个车主能有钱，我去碰碰去。我的车都没启动，我撞上你了。谁说的？我刚才看你后那风儿飞过来了，好不好啊？呀！我这打电话，我这个车就嗖一下飞过来了。那可不，那是因为你打电话，你都没注意减速，你知道吧？风儿飞过来，差点把我撞飞了你。我这车什么时候会飞了？我自己都不知道啊。飞车党，你听说过没有啊？你就是。我是你个大头鬼，我真的是。哎呀，撞你了！哎呀，撞你了！哎呀，撞你了！哎呀，不行吧？哎，继续，大点声。你撞你了。啊，不喊了。哎，不喊了，我累了，给我拿点水喝，要不？哎呀，不喊了，水就现在喊了，咱俩唠唠啊。谁跟你唠？赶紧的，你撞你了！哎呀，撞坏了。意思就是你是碰瓷的。碰瓷的对，碰瓷的啊，拿去啊，意思就是我遇上碰瓷的了，得给你钱。哎，没毛病。你碰水不好，你非碰我。我碰水不是碰啊，看你车这么好，指定有钱，赶紧拿去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谁啊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不管你谁，拿钱。你不知道我是谁，我给你什么钱？你是这个车的车主啊？你说吧，要多少钱？少一分吃不来。八千？你八千，我把车给你算了，就够买辆我这个车的了。八千块钱能买你这车？我这都13时候的车了，就是个外壳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我这发动机、变速箱都没有了，全靠我在里边等。得了吧，13时候还在里边等，你快别糊涂把车了吧你！你赶紧的拿去，走你，痛快点。哎呀，给钱就给钱吧，你这别摸我大腿，真是讨厌。那个，那什么，我看你这么缺钱，长成这个样了，肯定是没对象。啊？你会算命啊？哎，你咋不知道我没对象的？有对象谁出来碰瓷儿？你说的有道理哈。我这样有对象的话，早跟他一块吃香的喝辣的去了，哪能干这种事？我要是你啊，我就不在这坐着碰瓷儿，你还在地上咋了？你看我这个车好多天都没有洗了，我要是你啊，我就找个对象，让我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去巴厘岛，去巴黎，去三亚，各地儿的耍。哎呀，我希望我以后找个对象吧哈，他是那种响当当的大富豪。跟他一块环游世界去，谁来捧你这菜？我这好几天没吃饭了，实在饿，刚刚还吃草呢。是吧？啃草了吧？那可不。哎呀，都不容易的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找一个家来房子住个10000来平的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哎，现实不骨感啊？我正好认识这么个富得溜溜的大富豪，单身。从我给他介绍对象，我看你是个人才。是吗？富的旅游啊？嗯。哎呀，可以啊！你赶紧给我介绍介绍，你给我介绍成功了，我就不碰你了。行。
等着啊，我给你打个电话。啊，好。哎呀，喂，哎，你快过来啊，往常着来。不是，你再不过来，我这旁边可有个小马，哎，快说句话来。Hello。听见没有？还是个老天的小马，我得拉着他走了。啊啊啊啊！你快过来，有好事。好好好，来吧，哎。你等吧，马上过来了啊。哎呀，你说哈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给他撑了，我给你记一大功，这辈子不能忘了你。小事儿，都是那个什么，他感冒不知道在哪儿，我给他发个定位啊。好好好，你发你发。哎呀，你说我的担心都四了多年了，哎不对，二十多年了。不对呀，啊，我今年多大了嘞？我今年多大岁数了？三岁。那个什么，定位我给他发了，他感冒过会儿就过来了。那么你是准备在这站着等他，还就在这坐着？坐着多不雅观啊！是吧？不，我觉着坐着比较接地气儿哈，我还是坐着吧。啊，接地气儿啊，接地气儿啊。特姆森什么时候来？马上到了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不是那个，那这伙计还是同学啊？算啥伙计也算啥同学，过会儿这个人来了之后啊，也哎，大哥，那个，他们在电话里说给我介绍个对象，在哪儿？啊，那在这儿吗？你看这是不是挺好？刚刚说要接地气儿，没坐着，怎么现在看你一来，立马站起来了？哎呀，来生病呀！哎呀，你这小白呀，听着来呀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什么？你干什么呢？嗯，这不多什么？这不你要个相亲对象？我不就对呀？你说给我介绍个对象，怎么来个大妈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儿啊？他，你看啊，这个外表是不是像个女的？但实际上他是个男的。男的，不是你看他模样，你听他声，他明明就是个大妈，哪里是男的？不是，小伙儿，你们捏磨把我的情况给他正儿八经的说明白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没来得及说。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啊，看起来是个大美女，实际上他是个大帅哥。不是，你哪点看他是个男的啦？哎呀，这不是去年的时候去了趟泰国萨瓦迪卡吗？然后呢？微整了一下。微不是微，这也是个女的呀，这嗓音。哎呀，不是，小伙儿啊，没和你说清楚，我给你再说一遍哈。他说我去了泰国，不错，我确实去了，但我不是微整哈，我是大整，我去了重要部位没整，之外我别的地方全部整了。全部整了，这还是个女的呀？哎呀，你要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验一下嘛。验？我怎么能验？那俩结了婚之后，你不就可以验了？对，我不是他这个声也不对呀，那还是个大妈。哎呀嘞，这不就是出去了忘整声音吗？对，我跟你说哈，小伙，今年我打算还得出去一趟，我把这个声音整过来。哎，没错。不是，等会儿，这位大妈，不是，这位帅哥，我现在哈有点懵，你这之前到底是个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所以你上泰国一顿大整，完了还是个女的？哎呀，你太气了，这不就是去了没整好吗？怎么我今年得打算出去一趟？我这把不去泰国了，我这把去韩国思密达。就是那个泰国不行，他技术太差了，水平不值得，对吧？收的费用还太高。费用高？多少钱？哎呀，我花了360人民币，还不是360泰铢啊！所以不行，费用太高了。360啊？啊，那我这算是明白了。怪不得总成这么个熊样的，这多帅啊！这个，我跟你说，小马，你也不用乱说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年我出去上韩国，他那边技术高，
你上脚吧，整成什么样我就给你整成什么样，保证你来意。哎，不过我看你这个样吧，你和我一块出去挣挣行了。我才不去了。哎，不过你这是给我介绍这个对象实在是太棒了，漂亮。走吧，我们俩去约会去吧。哎呀，我不去啊。祝恁俩终成眷属。你个样跑远了。妈，你别说，你这个手段还是高超啊。哎呀，你也不赖嘛。你看咱俩配合的多么默契啊。是不是我一给你发消息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？哎呀，明白。你说就这么个胖刺儿的，他摔的刺儿他也碰。嘿，不打听打听我以前是干什么的。专业的你是。耶，走吧，回家吧。妈回家。